几个人都回来了，都是想学点东西，回来就是创业。今天颇有些意外，妈妈竟然早早起床，在梳妆台前很仔细地打扮自己。当年一起南下番禺打工的姐妹回来创业后，难得有一次聚会，从她略显苍老的脸上，我看到了惊喜、期待、紧张，但更多的是对曾经那段青涩年华的怀恋。我很喜欢安静地听妈妈和她的姐妹们一起高谈阔论，虽然她们的故事我已经听过无数遍，从曾经到如今，穿越三十多年，数万前军出山的故事已然在历史中沉寂。当时我们在这个贵州比较那个贫困嘛，失业人口太多了，那个时候我们还小嘛，但是还是不想在外面那个成家嘛，参加一些学习嘛，学习一些经验嘛，回来就开始自己慢慢的创业，慢慢的思考啊，把那边学到的东西用在自己的那个创业上。